李大叔一家人被海匪抓走了。不行，俺要回去。哎，老会长，老会长，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你回去正中了池龙章的奸计。哎呀，俺不能亲眼看着乡亲们牺牲在俺手上。老会长，别着急，这件事要从长计议，千万不能冲动啊。 这次俺回去，池龙章肯定把注意力集中在俺身上，乡亲们就没什么危险了。上次二虎回来的时候，他对咱们说的话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段话，俺琢磨琢磨，池龙章那边肯定有咱们的人。二虎跟铁蛋他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，俺这次过去那就不同了。老会长，你想过没有？池龙章是个不讲信用的人，你回去了，他还会继续杀人，那你怎么办？ 哎呀，洪山，这回你就听俺的行不行啊？啊，不要说了，总之你不许回去。洪山，池龙章是要从俺的口里面拿东西，暂时不会要俺的性命的。还有，你们绝对不能救俺，俺想在龙王岛留一点革命的火种，清楚了没有？老会长，你回来，这太危险了，老会长。 速去速回，是，快去，我马上出发。 王四江，害了你们一家子。池龙章，俺走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俺这里全家不得好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非得等他把话骂完了。动手！你住手！老会长，池龙章杀人不眨眼，你快走啊！王四江，算你有种。俺回来了。 把步枪干的人都放了吧。好说，只要你好好配合，我就把他们全都放了。哼，你要的东西是我用嘴巴讲出来的，你要是不遵守诺言，我就咬舌自尽，让你要的东西得不到。这事儿怕是由不得你了。走吧，回家聊聊。不行，你要在全村面前承诺。 绝不能滥杀无辔。老子，老子，老子，俺回来了，俺回来了。麻子，三妹儿没说我坏话吧？张局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都自己看到了。池龙章，他们也是共党分子。常局长，这个就是共产党与会的会长王四江。那他们呢？ 他跟他们是一伙的，呸！难道这些小孩都是俺的同伙吗？分明是要斩草除根。<笑>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杀人了？哼，俺晚来一步就看不到他们了。池龙章，你要在长官面前要做出承诺。俺已经回来了，你要把他们全放了。 好说，三队员，哎，把他们都放了。嘿，来，放了。老会长，走走走，快走啊！池局长，还有我的小伙计海生和关押在仓库的烧工们呢。三队员，哎。
把王四江给我带回去，除了那个共匪二虎，其他的人都给我放了。我自己走。 老会长，他们问你什么，你知道的，你就全说给他们听。我等着你回来，带着乡亲们出海捕鱼。石龙章啊，吕县长让你走之于民捕鱼，你不要再伤害岛上的渔民，破坏渔业生产。 若不然，他会亲自来拿你试问。好，既然县长发话了，我也就不再难为他们了。咱们走。慢走啊。局长慢走。三妹啊，怎么我的事你都得插一杠？只要你不耽搁我挣钱，你爱干嘛干嘛。就算有事找我帮忙，我也会帮的。 这些渔民都是我的摇钱树，我能不管吗？那分成呢？两成，前提是减少租金。吕县长也是这么说的。池局长，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别忘了，你答应我放海生。我先走了。 县长面前没坏我的事儿吧？他就说您呐滥杀无辜了，但是啊，兄弟啊全给您挡回去了，说您杀的是共党分子。县长听完之后呢，表示还挺满意的。哼，就是，我想县长也不会跟共产党穿一条裤子。哎，我当区长的事儿，他没胡说八道吧？ 以事论事的说哈，他还真没胡说八道，而且啊，他还极力推荐你当这个区长的。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哈，其实我这心里头啊，还挺佩服他。<笑>哎，三妹儿，够意思。不是大哥，海上还是放了？放。 他要是不说，我不但不放，还要了他的小命。走，走吧。娘，俺觉得池龙章不会放了海生哥。早料到了。那你为啥不带着警察一起去把海生哥接出来？铁蛋儿，娘这身上。 肩负着很重要的任务，凡事都要考虑周全。那些警察跟吕县长都不是咱们的人，一旦他们发现娘的立场有问题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党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就无法再完成了。娘，你放心，俺会想办法把王爷爷他们救出来。你也放心吧，娘会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们的。我现在就去石龙章那儿摸摸他的脉。谁呀？ 姐，俺是小白鞋儿。小白鞋，他来干嘛？去来了。这字儿还可以吧？墨水再多。 也掩不住你形同豺狼的本性，方四江，这就叫成王败寇。当初你杀我家人、分我财产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你是个什么品性啊？你作恶多端，欺凌百姓、滥杀无辜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哼，好，我罪有应得。我告诉你。 现在老子回来了，老子让你们加倍偿还。
这就是你应有的本性。你脑子里老是想着怎么坐享其成，怎么欺压别人。俺跟你不是一路人，更谈不上讲这个。那就不讲这个，讲点跟咱们有关系的。当着县城的那些警察，你说过，只要我把那些渔民放了，你就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事。呸！二虎，你放了吗？王思佳，做人可不能出尔反尔，不讲信用。跟你这种没信用的人，还谈什么信用不信用？麻子。啊，名单撕了，说吧。哼，你放过渔民，这是县长的命令，并不是俺回来的原因。麻子，把海参给我带过来。姐，俺家那死鬼为了吃价把命都给搭上了。你说这池龙章他回来以后吧，就算不亲自登门看看俺，他总得给俺一点安抚金。啊，对，安抚金是吧？到现在他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你说俺这可咋办呀？姐，你能让县长命令池龙章把所有的渔民都给放了，那你肯定也有办法让他给俺一个交代，是吧？桂莲，你知道李祖忠是被谁杀的？那还用说啊？二虎他们呗。是刘志山。刘志山？真的吗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刘志山杀的。你这个混蛋，俺让三吊杀了他。三吊眼儿怎么会听你的？三吊眼他是俺家死鬼的兄弟，他当然听俺的。现在刘志山、池龙章、三吊眼他们好的穿一条裤子，你这个事情千万别对他们任何人挑明了。为什么不能挑明啊？池龙章是俺家死鬼的兄弟，俺跟他说了，说不准他能帮俺出这口恶气呢。桂莲，我问你，池龙章的老婆谁杀的？谁都知道是刘志山。杀老婆，这个仇够大了吧？刘志山照样出入池家大院，你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池龙章，说不定他不会给你出气，刘志山还会杀了你呢。姐，那咋办？我一会儿要去找池龙章，你可以这样。海生，海生，海生。爷爷，你怎么也被石顽皮抓了？海生，王思佳，你要是如实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祖孙二人还有机会叙叙旧；否则，那就得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海生今年才17岁，他2岁的时候，他亲弟董奎，他就死在你的手上。他是你手拉扯大的，俺教我的孙儿不能在鱼霸面前低头，俺是他爷。你想俺会比不上俺的孙儿吗？这是个茅房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来，铁子，给我收拾收拾这小子，让他爷爷好好看看。哎，干什么？别动！别动！跪下！
交赎先生来，局长刘掌柜来了，正在前厅候着呢。我正找他呢。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，三儿，你是想让我放了王四江，对不对？难道我说了，你真的会放吗？ 难怪刘志山咬住你不放，怎么哪个共产党都跟你有关系啊？那是因为你总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，凡是跟你作对的，你就认为他是共产党。不过这也不难理解，共产党专跟你这种人作对，可我却不这么看。那我倒想听听你有什么高论。我是一个生意人。 在我眼里，只分卖家买家和利润的创造者。同时，我也是龙王岛的人。这岛上的人，在我心里自然多了一份同乡的亲情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比如说，我求你放了海生。从我的角度上看呢，他不仅是我的伙计，他还是我的同乡。而你呢？ 却只看到他是什么共产党的儿童团。池局长，如果有一天你被抓了，我也会去求抓你那个人放了你。我们俩不仅是同乡，更是合作伙伴。听起来还有点道理。这么说，这次你就是来让俺放了王四江的。王四江。 是这个岛上最有经验的老海保，凡是由他带领船队出海打鱼，无论什么样的天气，都能够收获满仓。我想每一个生意人，都愿意这样的人带队出海打鱼，因为他能带来更高的利润。不过，王四江是共产党，也是你池局长必须抓的人，我说不说你都不会放的。那现在就照您说的办吧。我说什么了？ 您曾经说过，抓到王四江就放了海生。既然王四江已经抓到了，就请把海生给放了。俺是说过要放，可俺没说什么时候放，对不对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不想放。局长，小白鞋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说是找您有事儿。 就说我现在没空。池局长，原来你不仅对共产党，对自己人也无情无义呀。局长，现在李大哥是不是不明白他一个意思？不，祖宗是我多年的兄弟，他的老婆，我不照顾，谁照顾啊？让他进来。哎，好嘞。 见你了，答应见我了啊！那可都是兄弟的功劳，这还不是人家刘三嫂说的。他说啥了？那都是俺极力争取的。行了，甭管别的了啊，算你小子有良心。那要看为了谁了，那要是。
为了你，俺就可以。啊，行吧。走。哦，桂莲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哎，你这是，来来，起来，快起来。池大哥，俺的命苦，俺的男人可是为了你，尸骨无存啊。桂莲呐，我和祖宗虽名为主仆，可我一直拿他当兄弟看呢。他死了，我这心里边也不好受。谢谢池大哥的一番好意，俺现在可是守寡了，生活无依无靠的。池大哥，你可不能不管。谁说不管？那刚才我正和刘掌柜商量这供销社里缺人的事呢。要不这样，要不我就安排你到刘掌柜那儿去，给他当伙计，工钱我出，每个月3块大洋，怎么样，弟妹？俺愿意，俺愿意到余杭给刘掌柜当伙计，就是不知道刘掌柜愿不愿意啊。桂莲，你就到供销社来帮我吧。那好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桂莲呢，明天一早你就到余杭去找刘掌柜吧。哎，池区长，作为一区之长，最重要的就是信誉和口碑。三妹儿，伙计的问题解决了，海生的事儿就别再逼我了。我先回去了，收拾一下，准备收鱼。哎呀，你小嫂子呀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天底下的美差呀，你知道不？俺跟着陈龙章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，这一个月都还拿不到三。是是是，三兄弟，你放心，俺忘不了你的好。那就好，给俺炒俩鸡子，俺一会儿过去喝两盅。三条盐。嫂子，等俺啊。咋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成了吗？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啥玩意儿？还以为是银票。银票？这是伪证状，池团座找海曲县长特批的，委任我做龙王区保安队的队长。你来干什么？这话说的，刘团长，您能来，为啥我不能来呀？不要再叫我团长了，那是卧底赤匪内部的官职。现在赤匪败退了，我现在恢复正身，是龙王区保安队的队长了。刘队长，好像这个官职没有以前的响亮了。响不响亮没关系，关键是我要查的人没有变了。当谁的官儿都一样，都是保一方平安的门神。我还要多靠您，多照顾。放心，我照顾不到谁，也不会照顾不到你刘掌柜的。好啊，我在这儿多谢了，随时恭候。走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陈龙章找他谈生意上的事。对了，我走这两天，岛上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事情？王四江来了。王四江回来了。
在哪儿？牢房里呢。走，看看去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是队长了，那你跟俺和歪嘴安排啥官了？啊，嗨，放心，你我都是滴血结盟的生死兄弟，那你就当第一副队长，歪嘴就是第二副队长，怎么样？行。不过现在我不能挑明了。那为啥呀？你可真是个笨茄子呀！你想想，保安队现在加上你和歪嘴就三个人，这赤龙章想收拾我们，还不是一抬手的事儿？你俩先在赤龙章那委屈的干着，等我招齐了人马，马上过来上任。嗯。娘，赤龙章还是不放海参哥吗？他不但不放，还把小白鞋顺水推舟的推到咱们供销社来了。啊，这样你也笑？不应该笑吗？这就是你娘有意要的效果。可她是李祖宗的老婆，她在您那时间待长了，万一被他……铁蛋儿，刘志山咬着我不放。现在小白鞋知道，他就是杀李祖宗的凶手。三吊眼跟小白鞋关系不一般，三吊眼又是赤龙章的鹰犬。你说小白鞋这样的人在我那儿，他们三个的一举一动，你娘能不知道吗？关键时候，我再给小白鞋添把火。哦，俺知道了。小白鞋恨刘志山，可他又跟三吊眼打了火热，三吊眼又是赤龙章的心腹，咱关键时刻给小白鞋添把火，他们肯定会狗咬狗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只有这样，咱们才有机会营救老会长他们。师团座通过海曲县的县长委任我做龙王区保安队的队长，让我帮衬你一起治理龙王岛。那就恭喜你了。池局长真是客气啊，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呢？作为一名国民党的高级谍报人员，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做一名小小的保安队队长，这都是为了党国呀！啊！哎，那你可听好了啊，我可没人给你用。这个我也知道啊。嗯。所以池团座命令我自己招募人手。哦。等我区长的任命书下来，我马上就到龙王镇上任。有你的保安队，那村子里的治安我就放心了。好好干，将来我在我堂弟面前给你美言几句。谢谢池局长替我美言呐。啊，我听说王四江回来了啊。消息倒很灵通嘛。啊，不错，他就在我手里边。师团座命令我继续调查海葵，我怀疑这个王四江就是海葵计划的执行者，我要先审查审查。没问题，随便审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就去会会王四江。现在不行，太晚了，明儿再说吧。啊。桂莲啊，来坐。阿
俺能干点啥？你会算账吗？算账俺不会，俺会唱曲儿。小鱼可听不懂你唱曲儿。这样吧，我教你打算盘，以后收鱼的时候你帮我记账。算盘？俺14岁就被卖进妓院了，一点基础也没有，你说俺能学得会吗？只要你想学，就一定能学会。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你要是觉得老不成吧，这事儿就真不成了。只要你有信心有毅力，就一定行。这读过书真好，说的话都跟书本上写的似的。我离开龙王岛的时候也不识字，后来是自学的。哎呀，你真厉害。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，要不你就叫我三妹儿吧。啊，不行不行，我是你的伙计。以前我的伙计海英就叫我三妹儿姐。海英死得真惨，三妹儿姐，哎，你就教我吧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妹儿呀，老夫人，来来来，来了，您咋来了？哦，来，请坐。你咋上供销社来了？石区长让俺到供销社来学习学习的。啊，桂莲，进屋去端杯水给老夫人喝。哎，嗯。三妹儿啊，俺听龙章说呀，你到县里头，不但没举报他，还极力的推荐他当区长。这说明啊，你这心里头啊，还是有我们龙章啊。老太太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您儿子有这方面的才能，我当然要向县长推荐了。归根到底啊，你们俩现在还是合伙人嘛。今天来有啥事儿啊？也没啥大事儿。哎，那个铁蛋儿呢？哟，刚才还在这儿呢，现在不知道跑哪玩去了。哦，我听二子说呀，俺们家的牌位是铁蛋儿拿的。哟，老太太，这话可不敢乱说，一定是得罪了二刁蛋，所以二子记仇。啊，我也说嘛，铁蛋儿怎么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呢？就是。我刚才出门的时候，我还把那二子给骂了一通。前些天，上俺们家捣乱的那李歪嘴儿，回去就让龙章给打了。啊，是吗？俺来呢也没啥别的意思，就是说呀，你跟龙章既然还是合伙人，啊，那就心里头啊千万不要装疙瘩，遇见啥矛盾呢，啊，当面解开了。老太太，您还不了解我呀，我就是就事论事，做生意心里没装其他的。哎，就是嘛，和气生财。嗯啊，那你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啊，再来了。嗯，老夫人，你呀，跟三妹好好学吧。那送你，慢走啊。俺一定会好好学的。孩子疼吗？爷爷，俺不疼。好孩子。王司将，我算服了你了。你看，咱俩斗了几十年了，我从来就没见过你弯过腰低过头啊。俺第一次上船出海的时候，俺爹告诉俺，你要做大海的子孙，在船上要乘风破浪，在岸上要顶天立地。俺进了共产党，共产党给了我钢筋铁骨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这话听得我耳朵里都长出老茧来了。刘队长，你和王四江也算是老熟人了，你们聊聊吧。是，来啊，
把海生带走。是。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快！爷爷，走！爷爷，海生，记得爷爷说的话。你放心，今天我不会动你们祖孙俩一根汗毛。带走。走。你尽管放马过来，齐龙章。老会长，刘志山，你还有脸跟我说话呀？你，老会长，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呸！你第一次进村的时候，谁给你保荐的联防团团长？谁给你说媒说亲？你在娘娘湾落户的时候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船。是谁给你盖的房子，造的船？王思江，你给我闭嘴！不要跟我提这些小恩小惠，也不要听我的老婆订婚。王思江，我告诉你，我是党国的军人，我的心里面只有大义，没有小恩。说得好啊，只有大义，没有小恩，连小恩都不去记的人。怎么说得上大义呀？啊，好啊，你是好的国民党的军人，但是我们共产党绝培养不出来你这样的军人。王思江，正是因为平时你对我不错，所以我也不为难你。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回答，我就在赤龙章面前担保不伤害你们祖孙俩，并且把你们从这里面放出去，怎么样？刘志山，你也知道俺的个性，这些废话你少说。老会长，现在龙王岛已经沦陷了，这很多秘密他已经不是秘密了。老会长，你以为你再这样坚持隐瞒，你这叫有骨气吗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叫傻，你这叫愚蠢。就好比海葵计划，你以为你不说，这个计划就能够执行得下去吗？啊！哼，没听过。王思江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查出来，海葵计划就是你们的军火运输计划。你查出来还问俺干啥呀？那你告诉我，你们的军火从哪里运，又运到哪里去？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谁？负责人是俺。那些武器是海龙王送的，我们直接运去前线对付白匪。老会长啊，老会长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帮不了你了。俺帮你的时候也没打算让你回报。哼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。哼哼。嗯。啊，错了，这样才对。桂莲，昨天三吊眼儿去你那喝酒了，你看到了？其实这也没什么，毕竟李祖忠是被刘志山杀的，三吊眼儿是李祖忠的兄弟，他关心你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姐，俺不瞒你说，俺试探三吊眼儿了，俺问他愿不愿意为俺报仇？你猜他说什么？说啥呀？他说，为了俺，他豁出命去也干。还问俺，仇家是谁？那你说了。你说。